此蛊惑，我说的话也不知他能否听进去。北岳，你现在怎么样？娘，上次因为这女人我们受了打，这次再不动手就没机会了，快！果然是在说谎。现在就想杀了我灭口，要不是你把匕首让我内力尽失，我被亲手杀了他。别跟他废话，杀了他，要不然百里尾生就要醒了。让他们走。老爷。啊，开门。是。快，孩子，你醒了，你怎么样？还有没有哪儿不舒服？告诉四王子殿下，王妃娘娘有危险，王妃娘娘有危险啊！快，夫人，有布。我给那孩子擦擦身子，你们拦我做什么？家住有令，除了大夫，其他人不得进入。我又不是别人，我是婉夫人。家住有令，除了大夫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你，殿下，传花大夫。是。这是打算去哪儿啊？你醒了，小珍啊，不要害怕，把你知道的东西全都讲出来。在弥天深海，我亲眼看见他要向四王妃身上扎针。所以说你是为了救四王妃才将他们二人推开，被银娇内力所伤。是。娘，他方才说的可属实？哼，你们要信一个孩子说的话，我又能怎样？那我亲手阻止了石良，他想要对这孩子动手，你又作何解释？那是石良做的事儿，与我何干？您一定要做到如此地步吗？北岳，你为何只听他们一面之词，怎么就不相信我这个亲娘的话？你当年决绝地抛下我，
如今突然回来，我本来就应该怀疑你，但是我念在我们的母子情分上，我真心待你。可是你回来找我，却是想杀害子晴。娘当初抛下你，是事出有因呐。况且我在你心口做结界，也是想护你平安长大。娘的这番苦心，是苦心还是别有用心？北月，你真的误会娘了。误会？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把这些误会说个清楚。我记得娘曾经跟子晴说过，你与她的母亲相识于流仙岛，情同姐妹。师父，可有此事？我从没听说过婉约她在流仙岛与什么人交好。那是我自己的事，你又怎么会知道？我虽然没有日日在你的身边，但是作为流仙岛的大家族的家主，流仙岛的情况我还是掌握的，尤其是对你的情况。那师父可有听说过，在这流仙岛上有一个叫木慈的女子，擅长琴艺。木慈啊，你说的可是在琴瑟二老山庄住的那个女子？师父为何会知道这个女子呢？婉约曾经向我打听过，后来我派人去寻访，可是这个女子已经离开了。所以说你知道木慈离开了流仙岛，便一路追到了天阙，是吗？难怪啊，难怪你当年不辞而别，原来你与我相见，跟我回流仙岛，都是你刻意而为，你只是为了找人在利用我，对不对？你撒了这么多谎，到底想隐藏什么？北月，不管怎么说，娘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韩子晴和木慈，他们是孤岛人，你若和他在一起，迟早会被牵连。原来你早就知道子晴是孤岛人。殿下，孟族长来了。爹，我娘既然回来了，外公岂有不来之理？